魔法笔38，这是谁的书？喂，马克西，我的数学书落在家里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好的，我们去找找他的数学书吧。看，马克西，这是谁的漫画书？是亚历克斯的，真有意思。让我看看。不行，马克西，这不是你的书，这是亚历克斯的书。这是谁的漫画书？这是你的漫画书，那是亚历克斯的漫画书。谢谢你，马克西，我很喜欢。我们去学校吧。Little Fox.